我是张君宁。他们说喜欢我的真实正能量，又说这是新时代女性该有的样子。我到底是什么样子？现在就跟着我去聆听一个真正的张君宁吧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行，那这个我出生的地方就是我的出发地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我演过很多种张君宁，但只要回到这里，我就是那个最初的张君宁。再次听见心底的声音，看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它是一种不刻意就随心流露的真实，它是一种不被世界干扰、全身心投入的专注。它是一种不断挑战下一个新自己的勇气，它是一种无声无息却细腻温柔的呵护。它们是这方土地植入我血液中的德国印记，因为它们才有现在的张君宁。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面对何种时刻，我只聆听心里最真实的声音，这就是真正的张君宁。你听到了吗？妮维雅，聆听肌肤的感受。